妈妈，你给我去买棉花糖好不好？不是跟你说了不能吃棉花糖吗？会长蛀牙的。不是我吃，是给我牙齿里面的虫子吃，它有糖吃了，就不吃我的牙齿了。哟，这么晚还没睡呢？爸爸，你过来。大迪，过来。你妈也喊我，她是我老婆，你是我女儿，我到底该去哪边呢？你应该清楚你自己姓什么。那万一你妈生气了不给我买电脑怎么办？乖，等我挣钱了就给你买。那你什么时候挣钱？你都好几天都没给我钱了，我怎么给你买呀？我今天看到你们树梅老师了，你觉得老师漂亮还是妈妈漂亮？当然是妈妈漂亮。为什么？笨，漂亮能当饭吃啊？当然是水给吃饭，谁漂亮呀？